衣柜有味道怎么去除？衣柜是我们日常所需要使用的家具，但使用时间一长，衣柜出现了异味，该怎么去除呢？如果是异味相对较轻的柜子，那么可以用活性炭进行吸附，用竹炭制成挂包放入衣柜，可以去除衣柜的异味，还可以防潮、杀菌、驱虫。衣柜长期关闭会使柜内有害气体无法释放，并且还会产生强烈的霉味、潮湿气。我们可以时常打开衣柜通风，让衣柜自己呼吸，减少异味。面对衣柜的异味，我们可以将醋用碟子装好，放置在衣柜里，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去除衣柜异味，还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将柠檬水倒入喷雾剂中，多在衣柜内喷洒几次，这样在消除衣柜异味的同时，还可以使衣柜散发柠檬香气。